好，这电视墙写着"老巫婆窜访台湾，是对祖国主权严重的"。后面还有字，但是出框了。下面继续写着"同种族的血亲关系割舍不断，伟大的华夏终将统一"。这是位在南投竹山的电视墙，一面是在头48线的起点，另外一面是在庙前广场，都出现了被骇客入侵的状况。竹山镇公所表示，他们管理的电视墙总共有5面，也全部都被骇客入侵了。对照电视墙播映出来的内容，这跟台铁的左营站是一模一样。也可以看到右下角的部分有一个圆形的图样。今天一早，先是统一超商的门市出现了战争贩子斐洛西滚出台湾的字样，厂商证实骇客入侵。紧接着是台铁左营站，接着又发现了南投竹山镇公所管理的广告看板也遭骇客入侵。这铺天盖地的网络宣传战来势汹汹，也凸显了资讯安全的漏洞。公所也紧急处理追查来源。好，把时间交还给彭内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